神父、校长、队长、各位家长、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举行感怀新生活动，希望借此能让孩子们有机会向家长表达感恩之情，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，因为他们教我们做人处事的道理，恭喜我们物质的需求，满足我们心理的需要。我们做儿女的也借此佳节表达我们的感谢。今天圣心中学举办感怀新恩活动，邀请嘉义教区职神副主理、家长会长李昌奇会长也前来观礼祝福。当然，今天最重要的主角也就是家长们，因为您们的参与，让同学们更能学习感怀心恩，学习什么是孝心。有人说，圣经就是天主写给我们的一封家书。现在，让我们恭听，在这封家书中，天主要跟我们说些什么？请徐神父恭读圣经。应当厌恶恶事，符合善事，论兄弟之爱要彼此相亲相爱，论尊敬要彼此争先，论关怀不可疏忽，论忘得要喜乐，在痛苦中要忍耐，在祈祷上要恒心，应与喜乐的一同喜乐，与哭泣的一同哭泣，彼此要同心合意，不可心高妄想，只要扶救卑微的人，不可自作聪明，对人不可以恶报恶，对众人要勉励行善，如若可能，应尽力与众人和睦相处。以上是天主的话。感谢天主。请神父为我们叮咛几句。我今天我很荣幸能够参加正心中学，就是感怀心恩的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和隆重的活动，借着大家的参与，愿以天主的祝福赐予你们，愿以天主的恩宠和德能常常的伴随着你们。虽然我不常来正心中学，但是就是说，校长，甚至这个学生会会长，我们也见过几次面，但是我对一些老师也非常的熟悉。我知道，就是说这边的，就是说师资队伍，就是这校长、老师们都很优秀，所以说就是说对你们学生也很关怀，甚至你们自己的家长对你们非常的关怀，就支持你们到正心来读书，知道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良好的一个学习环境。那么特别我们这个学校属于是天主教教会学校，所以说那么从教区的主教、下教区的主教学生们也对你们非常的关怀关心，关心就是我们常常为你们祈祷。那么我们也相信，就是有好、就是说好的老师就一定有好的学生，所以说大概有人问，可能这是必然嘛，就是我们要相信一定是这样，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校长也好，老师也好，家长会会长和你们的家长，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期待，我们的期待绝不会落空，一定要实现，就是愿意你们就是说青出于蓝胜于蓝。今天借着这个祝福礼，就是愿天主祝福你们所有的或者家长、校长、老师们和学生们
都健康平安，天天快乐。谢谢神父。